你们快看啊，那个人是不是赛罗啊？怎么长了胡子还被绑在石头下面，看着好可怜啊！看着有点像。哎呀，不对，他就是赛罗啊！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快快快，快，我们一起帮他把石头推走。这石头好沉呐，推不动啊！哈哈哈，现在的光明奥特曼都这么弱了吗？一个石头都推不动，我都站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了都没发现过，一个个的都给我实话在这里吧！哈哈，真弱。 没意思，走了。这个可恶的贝利亚又来欺负我们光明奥特曼，看我怎么去收拾他！我把赛罗他们的照片发出来，大家觉得帅，他们就能吸收能量，解除封印，和我一起去打败贝利亚了。江湖一笑，浪淘淘红尘寂寞了，君王已何足言道？那夜一宵。 快看啊！可恶的贝利亚又在欺负赛罗哥哥。我让你吃，让你吃！我看这样你还吃不吃了？原来今天是赛罗哥哥的生日，可是没有人记得他的生日，也没有人给他祝福。赛罗哥哥就玩火，自己偷偷买来蛋糕吃，没想到遇见可恶的贝利亚，把他打倒。 还在狠踹赛罗哥哥的蛋糕，你们也不要给赛罗送蛋糕，就让他自己淋着雨哭下去吧。